哦，台南中学，大家是怎么样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新专？之前就是有毕业学长姐回来，然后他有介绍。我比较对理工比较兴趣，所以我可能会考虑国防大学的理工学。Okay. 然后对里面的生活，就是也有看过那些简介，就觉得有规律的生活还不错。好，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